哇，阿姨，你穿这件衣服还是挺精神的，还是好看。不是，不是啊，不应该喷个嘴怎么样？阿姨，那生日快乐，给你个红包。生日快乐！是不是我是新开的了？啊，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先吃饭吧，我们好不好？嗯，我去拿筷子，我拿碗。阿姨，来，你先拿着这个，就是给你煎的这个长寿面，啊，长寿面。先，我也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过生日，就是因为我们那边是这样子的，待会儿我们再吃那个就是蛋糕，好不好？阿琼宝。来，饭拿出来。我们先吃饭吧，待会儿再切蛋糕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。可以。穿的红色的很。啊。红色的。红色的。阿姨，哎，先吃两口这个面吧，就是一个仪式，一个仪式。我们要吃长寿面，我们要你说的长寿面。我是吃一个吃，吃一个吃肉，我也觉得很多。啊。我们两个是从你意思呢，过生日呢，过命度。对，过生日嘛，过生日是这样子的。你觉得你我个是咋还这样子啊？过生日呢，过命度的意思个具体哈？我。来，阿姨，生日快乐啊！生日快乐。阿姐，那你吃嘛，你先休息一天了。没事，我叔叔来，叔叔。哎，行。其实呢，阿姨，你刚刚其实是误会了，是吧？误会我了。我给阿群猫去城里面买的这些菜啊，然后回来做好的，就是为了给你个惊喜，然后就你别误会了，好吧，好吧。他不知道，拿去吧，快点。哎，我自己拿，我自己拿，我自己拿。快吃啊！让你开心一点嘛，好久没过个生日。对，听阿群猫的，开心一点。对。唱首歌，给阿姨唱首歌。祝阿姨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幸福，祝你健康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幸福，祝你健康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。阿群猫，过两天我就要去外地了啊，就去外地转一下，去外地耽误几天，然后可能耽误个五六天吧，要耽误五六天。然后阿姨，过两天阿群猫能不能跟我一起到外地去转一下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？阿强哥，不行，我没去过外面那么远的地方，我就不去了。没事呀，有我在，你不怕的呀？怎么不去了呀？没事的。吃不行，现在活路多得很，不行。那你现在的农忙季节，农忙季节都已经做完了。现在做完了，现在活路多得很，现在还多得很。荷包不打油哟，现在地花粉。啥子的那些多都可以，不止我猪，我搞不行。没有，我可能我们不止不行。可以，别听小王的话，你把蛋二去带出去。我出去门口了，黑猫。参观。对，我也是这个意思，就是。我也是这样想的，我说带阿群猫出去，好就是走一下，出去转一转，旅游一趟。我的话啊，注意阿群猫，可以听叔叔的吧。不听，阿达。你别激动，阿姨你别激动，坐着嘛，别激动。别激动，你坐着。拿到我们那个刀，阿姨就出来，我告诉你。你别激动啊，好好的一个生日，别激动。不行，阿群猫不会挖的给。好好的一个生日，别激动呀。哎呀，葫芦多的很个。别听小妈的话，可以。啊。但出去要参观哈，要出去可以，你同意。叔叔。你同意是吧？我同意。那阿姨，我觉得阿姨，那你说不通了。别听阿姨的话。麻烦了。我同意。其实我也想跟你说到我的情况，明年这个妈妈都要多见。都大姨的，那些个哥哥年龄几个我差不了，再跟女儿也差一个，我同意。
不好，想办法帮你想办法。要行，还行，没空过的现在都他了。不是我，因为刚刚我跟阿姨，我以为阿姨没什么，家里没什么活干嘛，然后我就给阿姨说了，没想到阿姨也不同意。不同意，别提那话，别提那话。不同意。这样子你会很为难的，叔叔。没有，你也好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同意。同意是吧？那阿曲猫，你会不会就是因为怎么说呢？我想带阿曲猫出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，到外面去转一转，旅游一圈，增长一下自己的思维。然后，真的也不能说一直都在山里面这样子的平平淡淡的，也该闯一闯的，该看一看的，我们要有这样子的认知。要得，同意，可以吗，阿曲猫？可不可以啊？只是我怕小妈。小妈，你别听小妈的话嘛。自己说。嗯，那我们听叔叔的吗？嗯。那要不我再去找阿姨沟通一下。你看一个身上，他就气得跑了。那我好好跟他说一下吧。那行，你好好跟阿姨沟通一下哈。那我就到时候出发的时候，我过来接你，好不好？你给他沟通了，那不同意还是你吃好，别听他两下我的话。是不是？你快吃呀！啊，是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说定了啊，阿曲猫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叔叔，谢谢你这么支持阿曲猫。没有没有，阿曲也出去要参观。好的，好。除了是芝麻吧，这个是柠檬呀。对啊。阿曲猫。哎。那我就先走了呀。你不再坐一会儿吗？没事啊，我还有点其他事情，我就先走了，然后就到时候我过来再接你，好不好？到时候你跟阿姨商量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叔叔我就先走了，好不好？你保重身体。没事坐了。不坐，我不坐了，不坐了。我送你吧。没事啊，我先走了。你们坐着，我到时候。你坐着，你吃吧，我送你去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安全，走了。好了。好的。